中间怎么那么多啊？阿赫阿赫，绝对是卖水果啊！我一定有被广告有无？哦，阿弥山，可以看到这样的结论哦。对，路西法那个欺诈死因为什么还会有后续哦？我跟各位讲啊，那个成就实在太欧太靠北了，所以、啊。还有其他死因在剪接，太多死因了。阿梅夫之人怎么办？假赛啊！我编队的话，来跟讲各位讲编队的概念。好，编队首先第一步，一步一步按照我说的去做哈，基本上就可以通关。那如果我讲的步骤你没办法做，嘿，那可以洗洗睡了，好不好？第一个下载计算机连结，不用解释吧？计算机连我用给各位看哦。哦，就是你想要不要在那边一直重置，你会再重来一次，浪费时间。哦，如果你想要一次弄好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这边哦，攻击力计算机已经给你了哦。做好之后直接复制20队出来。第一步 ，Step One， 你先找20个队长 ，OK， 20个队长。如果你没有20个队长，好，你就可以算算看你有几个队长就可以打几次了。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队长打屁啊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抽卡算是实况组当中算是比较少的，哎，那我的卡牌会比较接近各位 ，OK 吗？会比较接近各位，来看，我队伍让不起啊，林老师哎、欸，靠背啊，怎么不见了？干，全部重来啊！靠，欸、我刚编好了哎、欸，为什么会重来啊？血缘线大风弹珠，对对对，就是你有找系列卡牌，先把它组起来。好、哦，哈蒂斯，冥王不是哈蒂斯吧？干，又是黑蒂斯啊！干，你该不会，该不会刚都不见了吧？我看一下，干，吼、哦，干，吼、哦，干，吼、哦。你牛嘞！非常好的设计，他那年非常好。你玩了我三次，这是第三次，我组队已经组三次了，二四六干，哥几改，我直接从前面开始挑好了，我们直接攻击力这样挑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你干脆连什么都不挑了，这个队长，阿六卡金姆队长 ，OK。这样有没有比较快？应该有了哈。我说连编队都能，这是老马嘛？这不关我屁事，这跟我没关系。第二个步骤，来，妈，我刚刚差点爆炸，算倍率哦，算倍率。哦，我现在只算队长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再告诉你为什么。队长两倍，我中间再放一个备功卡好了，再两倍，37.5倍，来，37.5，出来多少？一只哦。个十百千万算86万，为什么我只算头尾？因为哦，来第三个哦，第三个找炼技小怪哦。什么叫炼技小怪？例如说我炫圣境用过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这很关键哦。随便找一只好了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以这一只来说好了，这边按问号，炼技小怪实地龙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我们把这个放进去玩，了解吗？它可以取代原本的卡牌，这是关键哦。就是当我不能用这张卡牌，我用炼技小怪哦。第三步很重要哦，炼技小怪，用炼技小怪取代它的原本的技能，那你就可以放一只有增加倍率的了哦。了解哈、哦，应该没问题哦。第四步应该是最后一步了，因为我想到第五步我会再告诉各位，找肥料、复制人或者用不到的卡片去组队、叮当转化之类的。懂我意思吗？你只要掌握这四个原则，再运用上面的计算机，就对了。基本上，你的队伍是组得出来啦，哦。而且我建议是组纯色队，哦。哦，就让我想到那个从最小只的青龙到最大只的青龙都可以组上。没错 ，Evers 讲到关键了，就是你可以一只一只弄出来，还了解哦。嗯，中间怎么那么多啊？阿赫，阿赫，
绝对是卖水果啊！看一定有被广告的无？哦，阿弥陀，可以看到这样的结论哦。对，谢谢这个 Cookie 数03、05、03的玩家的追随哈，1212的回复力，好、哦，所以我这样讲啊，你要放肥料卡，甚至连肥料都要把它养满，所以这对于比较油的人来讲，这关卡简直是他易如反掌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够油，所以你看不到我易如反掌的感觉哦。没有靠头尾那两只哦，哦，有组队概念，基本上通关就没有问题啦。对，重点是卡牌的问题。哦，我教大家是善用卡牌啦，至于技术自己大家自己要加油。对，这个我们没办法那个，对，因为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的累积的。哦，对，百姓，你有没有这个账号？有没有练操作魔神啊？有啊，哎，刚好我拿来用啊。操作魔神一次会浪费两张卡哎，因为队长，另外一只队长会浪费掉，尤其你说副队长会浪费吗？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操作魔神，我这个队形我一定是配那个什么那个，例如说火焰蜥，那是不是火焰蜥就浪费掉了？那双火焰蜥是不是比操作队长还好之类的啦？我是举个例子这样。哦，组队概念有了哈，越来越帅，谢谢，越来越好笑。这个基本上要帅的好笑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哦。哦，我刚一直在除技能是要把这个杰克除起来，两只技能都超级长的。这关卡设计好像有一点有趣啦，我必须讲，可是有点靠北啊。而且他还出随机怪，我说你出随机怪是要虐谁啊？我讲真的，你出随机怪是要虐谁啊？还给我出随机怪？我想蛤蟆啦，这不好算，我讲真正的，因为这个二十，像我讲，这个二十次的话，干我真的要很有时间，我才会去打吧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啦。那 Evers， 你刚说要说什么？哎，没有啊，因为我想要看你等一下用别的队，我想要看那个超兽魔神配胡德鲁伊。对啊，那德鲁伊就要吃掉啦，德鲁伊还可以配别队吗？可是你平常不会拿双火德鲁伊的兽退来打啊？嗯，好，那我可以试试看。因为我要出那两只技能，哇、哦，给我光出！啊、哦，牛棚不够力，基本上输一半，剩下的是组队概念，没错，就是要，就是你基本上我刚刚讲了，如果你卡牌，基本上你没有20个队长了，你就可以先旁边先休息了，不用再浪费时间，你就可以看我表演就好，你懂吗？这个是我不会讲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次的关卡设计有点不太公平了，因为卡牌不够多的人是没办法打二十次的，连我都很难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也玩了3年了哎、欸，连我都很难的、欸，对不对？我是用我的时间来算，因为我抽的卡牌基本上3年可以抽200多张嘛，我之前算过了，至少啊，不含送的哦，越攻越强嘛，越攻越强。剩下满血可以弄他一波，我们看一下伤害大概多少哈。可怜啊，这是什么倍率啊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我估一下，大概6颗应该够了。叠珠哦，六关啊，强化盾反100%反击哦。啊，对，问点爱亏啊，做5颗啊，各位，
哎呦喂啊！我这两只还没跳哎，看。为先了，为先了，干！妈呀，这个有点犹豫了。我赌这一波回复应该是够了，应该是够了啊！干这两张还没跳，你是要拖到民国几年了？干这戏耶，这会死人呢，真的会死哎！而且我觉得五块不够哎。我操！血量是够了，血量是够了。啊！他死掉了！干一系啊！干为什么那么脆啊？老大，干！我说真的，你怎么会那么脆啊？来轰！注意哦，重点来喽！上去，龙科脉动，要转非常高分哦！靠背啊！你鸟事啊！好，好瓜仔哦，有让他闭嘴一回。哎，欧啦欧啦欧啦 K 哦，对哦，我大幅提升了，大幅提升了，拍谁拍谁？对啊，哎呀，对啊，怎么那么四十脆九啊？倍啊，刚刚很脆。四十九乘那个1.5这对看起来节很课正常，啊。说这只青龙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这什么关卡？就是那个啊，上面有写啊，月下看谁比较有啊。好，切住。靠背R2，这是 EY，这是 EY。通关24资源花太多，对我建议你有什么目标，你可以去打，但是不要干整个灌下去。哦，就像我这次梦魇，我已经讲了，哦，后面有待续了，有没有？就是告诉各位，嘿，对我不是只有7次而已，我超过7次的7大死因了，所以代表这次的成就是真的有难，因为关卡已经过有难度了，成就还抬上去，基本上是难上加难。这次尽量快一点过哈，不然可能有的人明天要上班，对不对？现在听着，搞不好就已经不知不觉在那边点头了。不晓得的人想说：“哇靠，这百姓是教得很好哦。”干，在看台的观众还频频点头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其实说的真的是不错，不差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应该是 OK 了哈。今天这个教学的话，因为我相信这个教学一出，告诉大家怎么配就怎么打之后，基本上有90%以上的人。就不打了，就放弃，就放弃了。20对，要算倍率，要练习小怪，练习小怪，
有没有人会留嘞？不一定啊。哎呀，两回合两 ，OK 了哈，可以出手了。谁呀、啊？你看，对，还要找队友啊，对啊，这棺材实在是干，巴比伦贝利没提升，地狱双周不难通过20次哦。哦，不是啊，就是你要很热情的参与所有的活动啊，我必须这样讲。好、哦，印记也当亏了啊，印记也当亏了，亏几家波差。哦，你新注我是故意留的哦，哎，留下来，我下一回才可以补血、啊。队员绝对够，但是想要25组队长，你要25组队长。先看有没有，然后再来看队员，因为队员基本上是比较好凑。斜转哦，队员比较好凑啦，队长比较难。哦，这个掉率终于调正常了，地狱的收通好像坏掉。光把三维有提升，打多胜比较实在。哦，我基本上这个印记已经点上去了，所以现在打起来应该就 好打很多了。这波会送走了，看下一关是什么鬼啊？请记得我那文仲哦。可以用别字代替哦，应该知道哦。文仲可以用哪一字代替？知道、哦。我现在只用牙齿。对对对，因为我现在只是做示范而已。对，因为我懒得在那边干呢，还在那边一堆堆慢慢试。因为我的卡池可能够，可是我要去配出来所有的卡牌了。然后等一下，我这个青龙转的话就是转下面这一排，所以那个地方可以净空是没关系。哎呦，我下一关靠北要被晒。妈呀！印记快叠满了哈，可以不用了哈，谢谢啊。这个天降是有点坏掉的感觉，因为我没有用两期变十期的技巧哈。林老师，不要哎干，他要我死哎！谢谢叶子大大的追随哦，哦过了过了，注意一下哦，注意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不会死，不会死。一二，靠北啊！你看拢无啦。干，我也不知道我哪几颗哎。干，中切。开也不行、欸、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、哦、因为 我这些卡牌的三维都是比较好的，欸、中切，干中十二他都中切，很奇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OK。13400，四百七呀、啊！
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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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， 哦，哇，整个一个鞭尸的节奏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卡池深跟卡池浅的差别是有多大的。